哎妈，今天是母亲节，你想吃哪样？让我做给你吃。随便吃点就得了，不用做买弄子了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那我客气干什么？啊，平常都叫人剩那么多菜，都是一点一菜分都吃了嘛。亲家嘛，你说我说的对吧？妈，母亲节快乐！今天做哪样好吃的哦？你今天不是做菜了吗？你有时间过来啊！来来来，这坐。今天临时有事没去成。小兰，别说了，你妹子过来了，上街给买只鸡来。你妹子最喜欢吃柴火鸡了。妈，小妹她又不是外人，况且呢，冰箱里面还有那么多剩菜，叫牛仔去吃算了。冰箱头都是剩菜，喊你买点菜，又怎么那么多事？哦，那好嘛。小兰，你很赞到。哎，听见不？我姑娘们家是给你当佣人的。亲妈，一个女人嫁了我们家，在家务活就应该她干。哦，亲家母，我晓得嫁来你们家是你们能够欺负她了。亲家母，你平时又少来我家，有些事情你都少掺和点。妈，不要跟他们说，你跟他们说你也说不清楚。你说那么清楚，你经常走你娘家跑，早一次离婚又是分手的。一点出息都没得，就是想多哭。小兰，你哭哪样哭哦？眼泪能提高你在这个家里面的地位吗？眼泪能让人同情你吗？小超，你说这话是哪样意思啊？妈，这个是我的家，小兰呢，她是我妻子。小兰，把你眼泪擦干，大声地告诉他们，你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他们没得权在这里指手画脚的。小超，你睁开你的眼睛看哈，这个家哪个才是你的亲人？哥，大白天的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哦，小明啊，你不是说我还搞忘了，我肚子还真有点饿了。小兰，妈，走，我们下馆子去。妈，你和小明呢，管在家里面吃鸡哈。忘了告诉你，下回来我家的时候呢，带上你自己喜欢吃的菜哈。妈，走。